那液体电蚊香，如果你直接放了，它会有用吗？还会挥发、啊？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挥发，还是它要加热才会有用？这个是要加到那个这里面的。它是要加热哦，固定空温对吧、啊？它要加热，是让它挥发而已啦。焚油机对水池生物有毒性哎，那我还不能，我还不把它加到鱼缸里面。这么只加热而已。你可以把那个加到你的加湿器里面。除虫。你好嗨哦！怎么嗨？